看书呢。小军，阮秘密资料上写着最喜欢榴莲酥，正好有人送我一盒，拿去给他。女孩子嘛，就得耐心哄着点儿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是，真漂亮，这颜色特别适合你。哦，我觉得你皮肤也越来越好。我新买的啊，谢谢谢谢。最近好漂亮。过奖了。啊。嗯。啊。走吧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好的。走。男爵你好，我是校花。刚才你一直站在这儿。啊。虽然我已经毕业了，但你的每场篮球赛我都……你有看见谁从这拿走一个盒子吗？白素安。哦。哎。白素安。没跟你算账呢，你还敢打我？榴莲酥呢？我还没来得及吃，去小霍那儿拿吧。哎，算你狠。阮秘密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。我就是一口一口吃啊。吃那么快干嘛？我饿呀，你看不惯可以走掉啊。哎，给你吃的榴莲酥。想了一下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我觉得第一口还得你先吃。给你的东西我不能吃。为什么不能？你自己的东西还嫌脏啊。啊，胡椒粉。我以为你是真心给我东西吃，原来你挖好坑等着我呢。哼。